没错。哇，中了，是不是？我说不给他机会。大火，哇，又是拿不住的，又是拿不住的，兄弟们不得了。别让他拉进去了，别让他拉进去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知道别让他拉进去了，估计手扶墙了，看到没有？手扶墙，看到没有？嗯，过瘾。手扶墙过瘾，这个过瘾吧？过瘾。在广州是啊，过瘾。手扶墙了哈，都要扶墙了，兄弟们。六六六，六六六，扣起来，兄弟们。这条稍微小一点吧，多少不会超过一斤八两喽？差不多，两条都差不多。哇塞，又是那么大。土货，洋货，洋货吗？就刚刚那个，我钓出来两斤，搞了个夫妻扇，兄弟们，大不大？夫妻扇，不要，不要太用力了，慢慢来。哇，不得了哇，不得了！差不多啊，这一条肥了。对着他那边了，你不用那个。这条肥一点了，你慢一点。这条肥一点了，差不多啊。慢一点，对着他那边，往那边镜头片那个一下。这条也差不多，这条没那么大。